顾今天一直在忙，然后明天就是他正式的婚礼了，我是非常的期待，比他自己还激动。现在就是马罗巴大，就是我们婚礼会分为两天，马罗巴大和正式的婚礼，期待明天的婚礼吧。Hello， 比起第一次见这个公公婆婆，第二次不是很紧张。就是跟海哥谈恋爱到现在，我就见过一次，然后这是第二次，而且明天就是我们的婚礼了。在婚礼之前，我们哈萨克族就是有一个聚盖给路。对，今天我们哈巴河的公公婆婆就到这里来聚盖给路的，也就是把男方做的嫁妆带到这边，然后给我家里人带礼物。等一下我还要进场让未来的这个公公婆婆以及那边的这个小姑子呀什么他们来见我，在婚礼之前，而且也是参加我们的婚礼，等一下还会给我给见面礼。紧张什么情绪什么情绪这会儿都在我的高跟鞋都在紧张高跟鞋都在紧张我的视频可以订阅我的频道哟，欢迎敲响小铃铛，感谢你们支持。